生词一，设施，公共设施。附近，你们家附近有什么公共设施？地方，这个地方远吗？公园，我家附近有一个很大的公园。篮球，我喜欢打篮球。场，篮球场、网球场、足球场、滑冰场。厕所，请问公共厕所在哪儿？那儿，我们那儿还有一个大商场。商店，学校前面有一个小商店。超市，那个超市在医院前面。书店，书店里有很多书。服装，服装店，服装店里的新衣服可真漂亮。电影，电影院，电影院里正在放映《哈利波特》。买，你在那个商场买过衣服吗？好看，你长得真好看。贵，冰淇淋蛋糕很好吃，可是有点儿贵。看图说话， page 75，我家附近的公共设施有足球场、网球场。我家附近的公共设施有篮球场、小商店。我家附近的公共设施有游泳池、鞋店和图书馆。商场里有药房、书店和食品超市。商场里有电影院、服装店和餐厅。服装店里有衬衫、牛仔裤、短裤和连衣裙。服装店里有 T 恤衫、运动衫和游泳衣。服装店里还有帽子、手套、围巾和袜子。书店里有很多书，有画报和儿童画报。书店里有很多书，有杂志和笔记本等等。超市里有牛奶、果汁、酸奶、可乐和汽水。超市里有面包、水果、鸡蛋、牛肉、鸡肉和鱼等等。朗读课文。你们家附近有什么公共设施？我们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大公园。公园里有游泳池、滑冰场、篮球场、足球场、网球场和公共厕所。我们那儿还有一个大商场。商场里有什么商店？有超市、饭店、书店、服装店、鞋店等等。商场里还有一家电影院和一家宠物诊所。你常去那个商场吗？对，我常常去那里的电影院看电影，去书店看书、买书。我还经常跟爸爸妈妈一起去那里的饭店吃饭。你在那个商场买过衣服吗？没买过，虽然那里的衣服很好看，可是非常贵。根据课文回答问题：一，他家附近有什么公共设施？二，
那个公园里有篮球场吗？三，那个商场里有什么商店？四，那个商场里有宠物诊所吗？五，他常去商场里的书店做什么？六，他们一家人经常去哪儿吃饭？七，他在那个商场买过衣服吗？八，他为什么不在那儿买衣服？